这个左手中指低于右手，跟这个右手大指成水平。明白这意思啊？明白了。啊，要平。啊，眼睛呢，看商鞅，眉梢追，直接看。你看那个气就过去了，会了吗？对。下边是按啊，这按呢怎么按？注意它啊，实际是拿右手心向阳池穴朝天，这个叫阳池啊。这个阳池穴呢，就是由小手指、无名指这缝间啊，这缝间往里啊，到耻骨头啊，这叫腕骨这缝。想这样，实际这一点是偏的啊，阳池这治什么病？就是女子的子宫歪斜，揉揉这儿，想想这儿就胀，它一歪斜呢就例假不准啊。这不在小功法里都有啊，将来还都要介绍。现在我们练拳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想把掌心朝地，你就想阳池朝天就松了啊，然后再想右手心往左脚背上，你看对正，想想右手心左脚背，这个手心呢不要想，叫大铃那解析就动了，你看右脚自扣啊，然后屈肘的时候这个膝盖弯啊，松胯的时候这个胯往下沉啊，松肩啊，这时候右手大指对正右乳头啊，右乳头的后面对着的脊背后，那叫膏肓，说病入膏肓，就在这地方啊。你把这个姿势做按掌，老这么做，还治这个后边啊，那叫膏肓穴，它才舒服。左手大指呢对着左乳头往下伸，伸到哪里？伸到感觉会阴穴一空，你往上提一提，提到肚脐之上。嗯，这个大指啊，必须对正右乳，这个叫乳根啊，因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呢都吃奶啊，母亲那个恩情不好报，就是在这儿。那奶是什么？就是血啊，红血液变成那个奶，所以这个就乳头啊跟这个大指的这个老得对正，要平。这时候你看后边啊，就乳头的后面那叫膏肓啊，有病那个气一到病入膏肓就不好治啊。那肓呢就是死亡的亡，底下个肉印，就是全身之肉都死了啊，所以你就拿这大指你点点乳头，你看后头就动，看见吗？那个就很舒服的样子啊，实际呢就要走一弧形，就是对正以后，这是按。这个大指呢也顺乳头垂直下，啊，下到肚脐以下要往上来，不要落脐肚脐下，里面你把这伸直，你看那肛门那就空的，对，就不舒服。你提到、提到肚脐之上，你再看看，那气上来了，你看肚子是瘪的，命门是热的。多轻啊，这刚才我说让收势的时候呢，这也是一个固定点啊。收势的时候食指先接，眼睛看食指，中指相接看中指，大指相接看大指，这时候把食指呢收到鼻尖以下，眼睛再看食指相接处，这时候呢这个调动督脉和任脉啊，督脉呢，就是人中，打尾中，打那个尾闾啊，往上，上来就到人中，这是督脉，啊，承浆，这点是到会阴，叫人脉，啊，现在眼神看这儿，这是人督而脉就通了，通了以后再坠右肘，你看左膝，就向右这靠拢，松右肩，啊，这个胯。就跟这胯合了，你现在看这肚脐是瘪的，眼睛看着食指上阳穴不要动，松脚腕，想脚腕一松它就立，松膝松胯，伸下肢
立直之后，眼睛呢是慢慢抬头，越慢越好。平视前方，静一静，你看头顶上有那个气的蠕动感。然后松肩，这蠕动感是脸上下来。然后坠肘，两手自动就分开了。这时候要注意它啊，意念想两手心浮在水上，你看这肚子就鼓了，这叫气沉丹田。然后感觉脚面啊发胀了，觉着很厚，这会儿想想大铃去，大铃就这样，一想大铃，那个手就软了，就当了下去。然后中指再贴到风室，手心一贴大腿，你看手心多大面积，大腿两侧就发热，这个热气要收回来，收小腹，热气就收在里头了。松胯向臀部往脚后跟上坐，臀部就环跳往脚后跟中间坐，膝盖有反应时想那膝啊，阳陵泉上天，上哪儿叫上天呢？往神厅上想，腿就沉了，想两膝的阳陵往这儿想，神厅入法就五分。想三次，想尾闾啊，找脚跟啊，想阳陵，找神厅，最后再来一次。待会儿你看这腿也沉了，是懒洋洋的，身上有打弯处都要舒展直，越慢越好，立直身。我现在说这个叫收势的时候要做这个动作啊，你好比今天练一个式子，练两个式子，说不要，当时就不练了啊，必须要做这点，这叫收功法。然后再想想两手腕，想想两肘，有动之意，没有动之形啊，想两肩，想两胯，想两膝，想两脚腕，你老想脚腕就散步了。今天再给你纠正两个式子，太极起势和南阙尾。Thank you.
从这个岸啊，就是蓝雀尾后面叫楼西腰部啊开始啊，六个动作啊，左掌下按，松右肩，追右肘，右手合骨贴在耳门，然后左脚自开，二右掌前按，第三动右掌下按，左手提起。上步，四动左掌前按，弓膝，五左掌下按，六右掌前按。下面是手回皮八，四动，一右掌沉踩，向左手找右脚，左脚大着要翘的时候别翘，点点地，这右掌沉踩。二收腹翘脚抬臂，左手变阴掌。三左掌平按，意念想右手心托左脚，脚放平，然后食指由右前方到左前方，手大指不要超过脚尖，手大指不要超过左脚的这一条线，这气才稳。你刚才这就空了，就是这个脚小指手大指在一条线上，这边多四个手指，这边多四个脚趾，这才有一条线啊。这得哪一点摁手风琴钢琴，对，就一踩人就起啊。这里边还调息调气啊。第四动左掌上捧，三个手指肚托天，把左腿引直，然后坠肘收脚，松肩，下面再接野马分鬃，松左肩，坠左肘，左手自落，手背贴在右膝外侧，松右肩，坠右肘，右手心自然托天，沉右肘，手背靠近左耳，眼神往左前方看，迈出左步。这叫右肩，左肩左靠，松右肩，追右肘，右手下落，左手上起，小手指跟耳垂一平，回头看。第三动，右掌回捋，右手手背移到左膝外侧，坠左肘。手背靠近右耳，眼睛看这方向，右前方，迈出右步，右肩右靠，停啊！就刚才你打的这三个式子啊，搂膝摇步啊，手挥皮八，啊，野马分鬃，每一个姿势对健身都有作用，啊，我现在给你讲一下，那个作用，你刚才这姿势做的不够就不起作用，知道吗？搂膝摇步呢是治关节炎，为什么能治关节炎？因为这腰啊是管四肢的总机关。你想一想腰就是命门，你看
肩、胯都在动。上肢还有个头啊，就是夹肌，一想夹肌，你看底下不动。下边呢是尾闾，你一想尾骶骨，你看胯膝足就动，都很清灵啊。所以这搂膝摇步呢，就是你怎么叫搂膝？就是左手啊，由右肩搂到左胯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看那膝就往前去了。然后到这儿合，右手从左肩搂到右胯，腰部呢就是右脚在前推右掌，左手在前推左掌啊，左脚在前啊推右掌，要是左脚在前推左掌为顺步啊，右脚在前推右掌都叫顺步，这是术语要知道啊。搂膝就指的使这个手啊搂到胯，这个积极作用很快啊，要摔一人像跟掸尘土似的。你先不妨我做一下试，你看你手这么一扶我，我呢就这么抹抹子尘土，你看好，能不能反关节给拿了，哎，明白，叫轻轻人一扶就是，就跟他掸尘土嘛，你看。搂膝要不长呢，有时候那步子在锁上，人才倒。你像你这手来，我是这手扶，这个你看那步子，你看，这再去啊，轻轻的一扶就是。这个手挥琵琶啊，就刚才这个做这个时候沉踩，哎，这也叫千斤坠啊。就这手让人拽不动，就全凭那脚点地，知道吧？就这样，你看你拽我，你看你这使足了劲拽，你看你都起来，对对，明白这么着，这时候就是反关节了啊，这回带调节就是收回琵琶啊，等以后讲泰拳实用的时候再细讲啊，今天跟傅大人体会一下这个，就是踩对啊，收腹翘脚，这平啊。野马分鬃呢，是锻炼什么？锻炼这个两肋啊啊。什么叫野马分鬃呢？把两臂两腿当马的鬃，马头摆动，马头是哪儿呢？躯干部分。两肩、两胯和躯干都是那个头，头来摆动，这个手脚很轻灵。你看，这个是，那个、得走出这种身体。你刚才练的时候不是，这就不是了，明白？啊，尤其现在还有野马分鬃，跟木头杠子似的这个鬃，这就僵硬了，要灵活。这野马分鬃呢是破大嘴巴，这等将来讲实用的时候再细讲啊，因为在这个不占这个时间啊。你看这个变化的时候，你看得清灵，想肩肩没有，想肘肘没有，想手手没有，这就下去了。然后这一起，你看坠肘松肩就起来，你看就舒展开，多这个手下落跟这脚配合。这手起的小手掌耳垂一平，回头就看这个中指，不要在这儿，明白？不要，你刚才你看，这个笨啊，笨中啊，就练的时候就这样，很松散，这就回头看就是，来，这就看，回头打这，回头这就是啊，多那小手掌耳垂，就回头看，看中指，这就看。下面您把这个对对，我再坐一下，再看一下。好的。
下面做第六式啊，玉女穿梭，20个动作。这玉女穿梭是打4个角啊，是交叉着。第一动叫右腕松转。左掌斜捧，第三动左掌反踩，第四动右掌前按，这是4个动作一缩。第五动左掌右转，就刚才是这骨髓啊，就是左掌是条龙啊，右掌是一条龙，这位置，这个食指指肚要摸左脚内踝的骨，绕过去，绕过去，这时候才接阳癫，这叫双龙盘玉柱。眼神往脚看啊，这时候呢，这个中指啊。打这儿围着这是耳门啊，收这个阳殿的时候是这么旋转，就是百会入天到上空，这个是打这个三阴交啊，三阴交就这里边啊，那是补气的，入地无限深，这是无限高，这是接阳殿啊，那底下那个太冲穴就是脚大直脚二指那个啊，合谷穴吃阳殿，那是阴池，这时候才生骨髓，知道吗？就是打脚底下叫上来的啊，各种山上的那个穴，属泉啊，属膝都有了，就这个第五动很重要啊。第六动右掌斜捧。转体，第七动右掌反踩，第八动左掌前按，第九动两掌内合，左绳不行。手平了以后就做身儿啊，肩找胯，手找膝，这是六爻的爻，就周易双卦那个两个叉子，手是肘相贴，你看出十字，这是膝相贴，哎，懂了吗？你看这个气，这出来又是个劲儿，这是全身就分两半儿，就打鼻子尖儿这垂直下。从这儿来的话，哎，手找脚，肘找膝，肩找胯，懂了？对，起来没？就这么待着以后，这个脚跟着地，就是你就注意阴陵贴，哎，这是曲池相贴，啊，少海曲池，这贴的是，这然后再做，这是四个穿梭，啊，一个是分鬃，就是野马分鬃。这个动作起，11、12，开步，右肩右靠，回头看，下边是重复姿势了，13和同1，一直到20是到8，你现在连续做吧，做下去。收拾，就刚才我给你指出那几点要注意啊，
这个双龙盘鱼柱呢，就是这叫髓化器。什么叫髓化器啊？就是骨髓啊，就是骨头里面那个骨髓，实际叫肌髓。就是骨头里这个髓是什么产生呢？是肾脏，就是两个腰子来回的这么动啊，实际还接阳殿，就是合谷穴，脚大指脚二指那个夹角处叫太冲，接磁场，就必须阴阳殿合，把这个水变为气，所以叫髓化气。这髓化气管什么呢？就是岁数大的人啊，岁数大，你像我这70多岁快80了，石灰质多，胶质少，禁不住磕碰，可是我这身体还不怕磕碰是吧？肾脏足，里边那骨髓，你看我这尽量你看怎么动都行啊。就这些个动作也是，这个筋和骨啊，骨髓里面那叫髓化气。练的时候必须得做准确啊，这个姿势打哪儿指哪儿啊。刚才叫双龙盘鱼柱，什么？身体像个柱子，什么柱子呢？是白玉石。啊，就玉石的那些个柱子，啊，双龙的上面的手是一条龙，啊，盘上面这个就是百会顶天，会阴入地，啊，今天就是我介绍呢，就是，这37式就是不同的姿势，啊，把原来那个姿势都包括了，啊，原来83式就是37个不同的。这不重复，不重复啊，没有重复式。原来那个83是揽雀尾，就9个，啊，我这现在正在教这个老架子，跟你现在练这老架子还不一样，啊，现在找我学的人多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说因为我70多岁快走了，把以前得的东西给后人留下，这是我的意愿。我这几十年都没教啊，现在拿出来我要教人。这今天考上遇到你这会儿，你还算有造化。对对对，您这是真够伟大的。那您把下边那个，哎，我会再做一遍，你再看一下。好的，让你注意的地方。嗯啊，你像刚才由这会儿变，你看，就这走走，他这点全凭心意用功夫啊。你看眼睛离开中指看左膝阳陵，这食指就追到阳陵，眼睛一看食指就不行了，不要看食指，看阴陵，阴陵拳，眼睛一看阴陵那个肘，手又到，这叫神意气尽。神就是眼睛，意眼睛看哪里，你意要到哪里啊，意到呢气就到，那气到了劲儿就到，就神意气劲儿，啊，尤其这个地方，你像刚才打这点的时候，我一边做一边跟你讲啊。到这儿以后，眼睛呢要看中指，看中指指肚，中指指肚，不让他看就朝地，看的食指朝地，看大指大指朝地。你看，这叫内旋，治什么？治泄肚。有五更泻，你没事就想这合谷就这么转，就止泻。你看背外旋的治便秘，是不是就每一个小动作要注意这点啊？这个眼睛一看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手指、指甲盖一带而过，看哪儿呢？看肘的外侧一尺二，你看这手就起来了。你试一试就知道了。你看的外侧，你看那手左手怎么起来？是不是自动起来的？对。你看，你再看外侧，那神经就起来了。全拿这个神来领，神到了，啊，那个气到了，就得走啊，意一到神就得走，神走呢，你看，这松肩坠肘这就去了，这神呢，这手脚都追神，你看这又去了，这是第二动，你看这眉又出来，你看，还这儿待着呢，跟下颚，你刚才你是这么做的，是不是？这回刚才我讲的让你注意点啊，待会儿我做的时候你看。你看，就这手脚一起到，你看这就手指。这回到蹲，这个脚尖要翘，得变脸。刚才这点，你看，
到这儿，脚尖一翘，变脸，要看。这回都往这儿推，一二三，这回下边就这个字，你看，你看这神气。这个神气在这儿走，大指指地，是列缺，这是脑骨，这个叫列缺穴，通人脉。这是七经八脉里的，现在连气功大周天，是七经八脉通，就是大周天，人督二脉通就小周天，知道？这个后溪就是督脉，后溪朝天，列缺朝地，这合谷这才接阳电。你这点做不好，没有，这个眼神要从这个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这三个指尖，这个中指指哪，眼睛看哪。拿这手就追，这手追呢，这肘还得往外扎，你看这口水才来，你一想嘎着口水就来，也不用喝水，渴了你个想想这还腋下，你看口水是甜的，感觉吗？你把这肘尖往外一肘，你就是这个指尖呢，食指的指肚，右手的食指指肚要通过外侧脚后跟的外侧啊，到照海穴，照海呢是内踝子骨的下头，那叫阴桥啊。外边的踝子骨那叫深脉，深脉呢叫阳桥，是七经八脉里的，懂了？就这个叫指，这么指，你看空胸紧背了吗？这回在展臂的时候呢，你看松肩坠肘。手指展，眼睛别过来，你刚才眼睛一过来就没了，懂了吧？这手指展，你看神还能往那么去，你看那个顶那骨髓，你看这才动，感觉尾巴骨了吗？明白这意思吗？不什么时候才变脸的？拿手先按地，按地还往下按，这脖筋不回来不行了，这时候眼睛再看，你看不行了，对不对？还继续按，看着他还按，你看那脚撤了没有？撤了，脚大指着地，这就回找没梢，眼睛看，这脚收了没有？这然后松肩坠肘，你看就是下头，就这个很重要。我完整的做一遍，你再看。好嘞。Thank you.
刚才练的这是到扇通背啊，这是37式的一半啊，14个式子，这点都叫平衡动，就是平均啊，健身的是平均发展。下边15式呢就是平衡动作啊，平衡跟那平均是不一样的。刚才在这几个式子里头有几个地方做的不准确啊，尤其像那个肘底堪锤啊，是五锤之一啊。肘底堪锤呢，就是太极拳啊，一共五锤。这肘底堪锤啊，这是头一锤啊。这个攥拳啊，锤呢就是拳头，攥拳的时候呢要松握，叫空心拳。攥拳的时候由掌变拳，小指先握，就小手指啊，就是叫指甲心儿。什么叫指甲心儿啊？就是指甲盖儿底下里边贴着嫩肉，就是嫩肉和指甲盖里边这点出来的那条线啊，在中医里的学这叫十宣，就十个手指，这叫十宣穴。十宣穴治什么？治头晕。小孩急惊风也得扎这样，所以我们经常转太极拳转拳的就治这个些个病，头晕呐、啊、急惊风啊都治，就每天老想着指甲心够着那手心就得，就抓挠，你看刺眼。所以你刚才转拳这满板一转，这不是。通过这点，我刚才发现你这个转拳时候很紧，长拳叫转拳如卷饼，出掌如瓦笼，变勾如镰刀。啊，所以今天刚才发现这个种情况呢，我给你特意出来啊，给你指，叫空心拳。小手指指甲心摸到手心，然后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大指压在食指、中指的中间。你看这个，这儿有孔，这叫空心面。体会了吗？在转拳是不是这样？掌变拳，小指先窝，拳变掌呢，大指先张。张的时候也想指甲心儿。指甲心完了以后再想手指肚，这么个摆动，这才叫拨气。不是就那么一张，拳变掌这么一张，掌变拳这么一转，这不是。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是全凭心意用功夫，是这样的。你张的时候大指张开以后想那指甲心张，然后再想手指肚摆一摆，食指啊再张，指肚也摆一摆，这是调理的气，这是调气之法啊。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细讲啊，明白这道理，掌变拳啊，拳变掌的关系啊。刚才你看肘底堪锤呢，这叫上不按掌，上不按掌的时候这手食指指天，掌心向前要够，掌根一沉，你看那步子上去，然后拿手心找脚心，脚落地啊，然后再想坠肘找膝，肩找胯，你看体重完全到左腿了，这时候再把左手啊往后，这叫雕裸，上不按掌。什么叫雕裸啊？就是你这手，我这手腕，这手龙手腕，这叫雕，这手扶着肘，这叫裸啊。行一圈叫裸装啊，由这儿来，你看你一边去，这个这叫上不按掌。这力量很大，大啊！下面这个肘底堪锤呢是左手握拳啊，肘尖向上，这就做了。那脚得翘，你看那脚没翘。嗯，这个姿势，这个肘啊，这个拳体多少不是还要攥死啊？不要攥死，对，这挺好。这个食指的。
中节对正鼻子，你的鼻子呢对正右膝右脚垂直，这是一条线，你这就舒服了，这现在腿就重，要虎受不了。这腿是虚的，虚的，虚的不要动啊。这个拳头呢，就在这儿，不要找，你这个拳眼朝天，等待着，这个肘呢，距离这还有10公分，肘也不找它，拳也不找肘，怎么收？收腹，小肚子收，你看才落下，那腿还胀还热，火烧似的，这受不了，懂了吗？受不了，这叫肘底堪锤。我今天把这肘底堪锤的要领告诉你，就这么个劲啊。下边那个金鸡独立呢，这个下边这个拳啊，先张，上边甭管，待会儿自动啊，大指张开，食指张，中指、四指、小指张开以后，使这个右手腕要摸左脚腕，扣这脚落地，肘找膝，肩找胯，就回头了，眼睛看食指，明白？看这行，你看这个拳自张，这个张多少呢？后溪穴要贴着肩俞，懂吗？这鸡鸡呢是扣住以后，这就食嗓气嗓，拿住，这叫扣压。刚才那叫雕裸，啊，雕裸扣压，这边。下边呢是两腕啊翻转，啊就是右手心翻转朝天，左手自转，你看这个右手呢往左前方伸，啊，多呢左手心扶着背弯，这不要动了，右手食指指天，指向头顶，和左脚一条线，眼神往前看，然后左手追神。眼睛看的食指，食指马上就向下，啊，向下这腿就起来了，这么起。眼睛往远看，这追神，看着他，这往下指，那腿就起来了。明白？这个手不要动啊，要固定。你刚才做的时候，这个弱不行啊，要挑起来，不要再动啊，这就起来。嗯。下面左手往一摆，你看那脚就落了，然后。合谷穴再找脚腕，然后肘找膝，肩找胯，看食指，这时候就自然落下。啊，这个姿势还两腕滚转的时候治什么？右肋膨满，膨门胀满。你现在就拿中指不动啊，使这个大指、食指啊、无名指、小手指来回这么动。你看这边就舒服了，啊，就这么滚转，你试验一下，中指固定，就是这个动，这个动，跟摇了那个奔了骨似的，你看那肋门就动，都舒服的。这是治病的时候，这样，膨门胀满就这边，这边膨门胀满就在那边，懂了？就摇了那奔了骨，中指要固定，啊，这手缺阴心包，心包不能动，你心包一动就恶心了。懂了吧？这是中指，这五个手指是五脏六腑啊，都在这里合。下边转动的时候，这个手右手心朝天，左手朝地，都用左手心朝天，然后就往右前方伸，这右手心跟背弯一搭，然后食指指天奔向右脚一条线，这叫擎天柱，右脚触地跟左手一条线啊，然后右手往前伸，右手下指，这是金鸡独立四个动作，啊，听着吗？这要领，刚才您哪点做的不舒服，啊，回头自己把这点呢改过来就得啊。倒捻喉，还有刚才那个不是很紧凑不行啊，还要开展，先求开展，后求紧凑。你那会儿老这么紧凑，这盘完了不舒服啊。下面那个倒捻喉呢，这金鸡都倒捻喉啊，就是掖掌这么搜，下边搂膝，你看这才探，
这个下边呢是这个手要从这那儿走啊，这个治肾炎，就到脸喉这点啊。这个右手的中指、食指、无名指三个手指摸到中极，就肚脐下四寸，摸到中极，再摸肚脐，再摸到心口窝，再摸到鼻子尖，然后再向颌骨找耳门。你看，这叫才窍。你这个必须颌骨贴到耳门，你看这腰才活。这叫小鸡谱，双轴，这两个腰子啊来回动。啊，这治肾炎，这个左手心跟右脚大指对称，这贴就是。啊，下边呢，把意念转移到左手，要摸右膝。刚要摸右膝的时候，你抬头，你可就摸不着了，束腰立顶。看那犄角，你再拿手心摸，能摸着吗？摸不着了吧？摸不着。哎，要摸左膝，必须摸着。你刚才要立这点，身子不要俯身，还立直身，再拿手指，应该手心摸的膝盖，摸得着吗？嚯！眼睛平视，立直身。手心摸不着，指尖也得摸着。哎呦，腿是受不了，受不了吗？对，哎，这个摸着以后，然后往外平摆，平摆的时候摆多少，摆在这右脚直挠地，这往回收，收完了以后手摆脚才撤。你看，五个手指着地，脚着地，掌根着地，脚跟着地，然后屈肘，肩肘胯，你看这才探出去。但是这手的位置在哪里？要注意它啊。这个大陵跟这左脚的解膝要合，这个左手呢，手腕扣住那个外边这点啊，脚后跟，就是这个上边啊，踝子骨的后边，这叫昆仑穴，外踝骨，内踝子骨后头啊，这叫太溪。啊，就昆仑和太溪这两个穴，拿这手捏，这治肾。啊，这个大陵对症解析，这个推，咱们走路是这个，这么悠。实际这个呢是一风，跟这个颈动脉，就这么一扶，那个脑就懵了。是这儿搭上穴道，不是这手使劲，不使，全凭这个。哦，脚底下。对，这叫倒捻猴头。那猴机灵着了，你能把这猴能给逮着，那才能行。就拿对方那个敌人的当猴来对待。啊，还有拒敌必败，轻敌必败，拿猫当虎带，拿敌人当猴，万物之灵嘛。猴精猴精的，所以你得有办法治他啊。这应该是退七个啊，我们现在退到这个左脚在后，右脚啊在前时，左手在前啊。今天讲这么一个，你明白这道理就是了啊。下面那斜飞式呢，是两手的颌骨都朝地啊，左手颌骨也朝地，它是被动，右手是主动。这是破打双嘴巴，对方一打嘴巴你就撑这个撑地，这就结了，然后这手在一起就给拧下去了，打这嘴巴，然后这是坠肘，上部锁上它，这叫飞。这个飞多少呢？是肩，左肩找左胯，就是大臂往下压啊，颌骨朝天，一响颌骨，你看就飞起来了，你看就思想在颌骨穴上，想这儿，这手就起，想那个就往后落，懂了吧？这手的高度在神听头了，往前走，这就是啊。下边那个叫提手上势啊，调理脾胃啊。眼神啊，离开左手食指，往右前方看，
看的端在右脚后跟着回收，然后眼神看正前方，你看左手往前伸，左脚里扣，然后左手心要摸右脚，你看体重后移，收小腹，翘脚抬臂，你刚才不是这么做的，按照这个随着那么做，你看啊，眼睛看右前方，右脚跟收，眼睛看正前方，左手追一追神，你看左脚里扣，体重往前移，体重移到右腿，然后拿右左手要摸右脚，体重就后移了，要够的，你看收小肚子，翘脚抬臂，会了吗？对，这是第一动，调理脾胃，就这样，胃口好开，这脾脏拿这手心，左手心找右脚心往下踏，这叫踏脊，不是往前推，拿手心找脚心踏啊。下边呢，这叫提手上势啊，第三动，五个手指搓拢朝后，这叫腕打，实际那个小腿这才有劲儿往前盯，然后坠肘松肩，把左脚带上了，左手心要按住那个肝，那肝区是哪里知道吗？就支架后头那个大敦穴，右脚大指支架后头有那几根毛，你想手心按那几根毛，那几根毛顶你手心，你看你肚脐就瘪了，胃口就开了，我这么说听懂了吗？听懂。这个手心不要离开那几根毛，这是叮当啷的，左脚再离开地面，你看那个脊柱就活了，弹性才产生，干净了吗？对，那左脚一落实停了，死的。现在他们练太极拳还有这样的大腿，你看这上来全没有。调理脾胃你怎么起，必须在这儿得按时，那脾脏呢在右脚的大指指盖的外侧，那个内侧啊，那叫隐白，在足大指头啊，足太阴脾，脾经，脾脏，是吧？那个你看那个脾脏一起作用，你看带脉啊，就大肠这点都舒服啊，然后松右肩追右肘，松右肩七到肘，肘一沉七到手，拿手心一空勾上空，你看这个胃口就开了，手不要拖要够，你看足跟离地了吧，干净了，你看这饿不饿？对，空的，都是空的，这叫提手上势。下边薄荷凉翅呢去三焦火，手心向上向前向下落，食指指甲盖和眼睛一平为度，这是一二屈右臂，眼睛呢不能再看，再看你看就翻白眼了，不能再看这手，要看下边的，看下边的左手中指指甲盖，中指指甲盖呢躲他不让他看，往下一指空他一下子，然后看的食指，食指也空，大指又到了，大指再空，这只近视眼，这眼睛病是这样啊。下边手指肚追眼神，眼神躲，躲的食指，食指一追躲的中指，躲的中指以后住在中指上不动，意念在右肩找左胯，体重就到左腿了，这时候眼神住在左手中指，想无名指和小手指指地，右脚一虚，懂了吧？虚了以后，然后眼睛要离开中指，中指追眼睛，你刚才你眼神不对啊，这会儿要注意，你的眼睛走，手老追，追到左前上方，中指跟头顶相平，这时候眼睛看正中间，就是头顶上方，你看那左手就追到这儿了，这叫双亮，刚才这叫单展，叫凤凰单展翅，这叫白毫亮翅，明白？这叫两手高举啊，举过上空，